消息，近段消息，来看侯友宜早起到新北市的三重埔参加到妇女奥运会活动。啊，国民党在新北市要选立委的家仔囝全部到齐，来展现到大团结。甲侯友宜问讲，到底在郭台铭有机会见面林家比无？侯友宜是请大家去问郭台铭，讲包括到见面的时间甲内容，拢去问郭台铭。啊，进前国民党有袂少的地方派系，甲郭台铭合体公开甲收听，但是伊宣布要选总统了后，大家拢归队，我等来侯友宜，甲这个郭台铭是划清界线。外界解读讲，这个郭党诶，和国民党的地方派系。告一支军，甲重启咯。一个战场，身躯边就被团团包围。还有起来到新北三重埔妇女奥运会活动，活动开八十度，闹热滚滚。那赢当就加囝嘛，把握机会，甲家母对条条求三机会。那在评议委的洪家军，加油！廖先祥，哇！台顶一个叫“家境名气”，新北要选立委的参选人龙高辉，要选三重埔新增立委白党来周行章，同时嘛是新北市议长的候选老爸蒋经宏代替出席，就含过去要含贵党合体，讲要支持贵党选总统的林金杰，伫贵党宣布独立参选了后，嘛归队啊。南洋地方头人过去直透，甲贵党讲干巴地，伫咧贵党宣布参政，党旗红线在前，即支持卫兵是万不落下。国民党含贵党斩断关系，在约整合甲机会，唔知当时即会当干批。郭董再三要求哦，我们不对外说，请大家去问郭董，到底时间是啥物时阵？整个在野阵营，大家全民期待的就是希望能够团结努力下架。民进党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很辛苦，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小我小一点，大我大一点。是要团结支持侯友宜、朱立伦，闹党旗这张牌，团结就是怎样讲？地方派系需要延续政治协调。另外一支手也够定，无分区立委名单，即马贵党独立参选，毛贵党有意见必回白。分了三方到底要如何整合？各定行拢有家己的想法。Hello， 我是冯维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